我今天一开这个，我今天早上呢，跟媒体也说了，我说开场我就跟国民党跟马主席乃至于大陆方面表示歉意，因为无端端的无辜的把他们这些无辜者把他卷入这样的一个话题里边。今天讲实在，国民党马主席对新党跟对亲民党是一样的，没有对我有特殊的，可是我从来也没有要求特殊的。从马主席当选到现在，新党没有任何一席在国营事业里边占有任何一个，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去开口的。所以今天马主席，国民党在上一次五都选举，我做广告，台北要好，大家要自立自强，把三位三都的候选人的名字都把它摆进去，需要国民党告诉我吗？我蓝营的。我这个大方向、国家定位大方向是一致的，我当然可以主动的、自动来做，我不需要人家来交代。大陆方面需要用下令于牧民来批送吗？大陆有什么要需要批送的？他不是多在让利、多在两岸修好吗？他要下令批送，他也不要经过我啊。他可以经过张昭雄副主席，经过秦京生秘书长，他们有沟通的管道，他还需要下令给我？